现在一节是由我细佬。泰国耶稣教圣母棍礼拜一机场瞓觉自由团团长。兼泰国京都朱那伦间香鸡大学学生会耶稣教同学会第1069届干事会会长亚巴罕兄弟担任。今日是访问红艳苏星林妹妹啦摄影王。罗永祥哥拉女罗西钳小姐。哇好冷静啊。靓女罗西钳小姐。你细细个做童星过阵就趣子都死。靓妹仔过阵出好女18㗎细细粒够晒小环散镜。依家又开始散发出啲女人味，搞到我阿布拉罕六笨周到斜捻直晒，想执你一剂先至做访问啊！系呢，靓女罗细钳小姐，你今年贵庚啊？细佬今年19岁，啱啱响圣朱士书院毕业，六炮仔好捻劲噶。我系1931年出世嘅。我今年84岁啊！听讲话攞白头未打到落香港过市，你踩过出肉感香艳奇情恐怖诙谐粤语有声影画戏，叫做乜撚嘢？钟馗捉鬼咁话噃？呢出戏几时拍噶？我拍呢出戏嘅时候咧，咁呢套戏1939年咧，大约系84岁啦。系噃。差啲唔能记得你老母后婆林妹妹屙过两个女锅噃。你个大子罗大钳家真香忍住。如果可以搵埋佢出嚟同我阿布拉罕混就真係爽落。我家姐呢就同我两岁。我家姐呢就几岁走嘅。我40几岁就唔喺度啦。以前係有几个长仔。刁男啊，咁靓女咁早玩捻完，真系晒捻晒。阿叶生，你都算当黑啦，嘈到个咁靓嘅老婆罗大钳，都俾佢咁久早死。咁唔该你讲下踩呢出钟馗捉鬼过市。有啲乜撚嘢料可以爆俾我哋波士咁频道嘅老友记听呢？嗯，都唔记得嘅，因为太细啦，唔到嗰阵时。但系隐隐约约记得喺边度拍，嗰出戏又好似喺跑马地而家，好大个叫做咩灵山嗰度啦。但系而家好似上次抽嘅时候。我就最記得就係嗰陣時有個印度人就係整啲餅俾我哋食嘅，咁好細個，因為我家姐比較最多啲啦，我啊瞓得滯就係飲飲藥就記得嘅。咁之後你踩過啲乜撚嘢嘅影畫戲？拉過邊撚啲抖機拍過檔啊？唔記得咯，細個啊太細啦。细佬哥嘅时候，我家姐派俾我多，因为家姐比较热血啲啦，我就好古板，咁佢就俾我多。但系我记得就系同个刘叔啦、梁美香啦、郭思仪啦、刘如亨啦，佢哋已经做过。你之后又点解一度识影呢？又？冇几耐就打仗，我就死咗啦。唔捻怪得签攞啲八婆杂志话你两姊妹系安南做过计啦，话你哋啦老母向西宫提案母唱树做母女和，和平后至死返香港，事关你老爷罗之祥向打落白头果屎钉狗死捻咗，你老母林妹妹后婆守唔到啩？改嫁咗都叫做这恩嘅安南仔，咁你点解踩埋中联啲气候，就跌埋心水做麦家少奶奶，唔够再出嚟抛头露面呢？因为点解呢？因为我同阿梁梅香拍过一出就好叻十八集，
咁就原本唔係我做主角嘅，啊係另外一個人揾，但係佢就比阿上高啲啦。咁就後屘就拉我，咁我話玩下，咁啊先至約我上拍嘅。咁加編輯咧，因為我個年紀比較其他嗰啲細啲，做到十幾歲。咁啊，冇一個人扮到咁細㗎，咁就由阿楚凡叔啊、咩姐啊、咩黃梅啊佢哋咁。嗱，我細孫不如你玩下做下啦，咁好啊，咁就去做下。但我覺得我自己唔係好想正啊，咁啊做完一出咧，咁我就冇再做啦，就離開咗個電影界之外㗎啦。呢出戲嗰陣時我都係十九二十歲咁上下啦。就扮十幾歲，咁個個同埋啊，可憑足啊，張月仔啊，成班啊，咁做過出，咁就叫做主角，同阿八戰一齊嘅。啊，我做嗰個春啊，啊做嗰個竹英啊，佢就係咁上下。我最得就係咁上下，唔好意思啊，唔可以提咁多嘢。好多谢罗世钳小姐接受我Abraham 嘅访问。我个大佬神父，依家我哋要快捻啲死翻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去香港中环电车佬门牌170号大金龙酒家三楼过树喺三文厅。艳星林妹妹包晒嗰场招待影艺街嘅老友记。唔需银子任叫任食三个月，我哋都唔好执输呀，快捻啲去拆返黄金嘅果树嘅招牌菜系雪花鸡片。